PS5 二手光盘游戏大概都是多少钱？其实有很多不到100块钱的游戏，百元的游戏也不少。我再次说一下，我没有店铺，我不回收游戏，也不卖游戏。我做视频就是给各位想买 PS5 或者有了 PS5 的同学提供一些参考信息。首先第一个40块钱 NBA 2K21， 然后下面那个 2K22 是55，非法2021是60，这些都是光盘的，而且这些都是有中文的。 PS5 版的暗影火炬城是70块钱， Metacritic 评分是80，是一个类恶魔城的游戏。木卫四协议已经进了二档库，是85，港版中文。这个魔咒之地这也是个新游戏吧，好像没出多久，才85。 2K23 89，这些都是不到100块钱。PS5 鬼泣5特别版，这是日文加英文的，90。审判之眼，这是 PS5 版的，是100，这也进二档库了。非法22是100，死亡循环之前进过二档库，100。幽灵线东京109，这个出库了。战地2042120，这个是不是数字版更便宜啊？这是黑蜘蛛130，审判之士135，跟那个审判之眼差不多。刺客信条英灵殿140， WRC 10140，孤岛惊魂6140，星球大战3145，拳皇15145，极品飞车22不羁145，胡闹搬家竟然145，遗迹2150，死亡回归155，瘟疫传说155，胡闹厨房这应该是一代，哦不是，是一加二加 DLC 140，科纳精神之桥160，非法23160，WRC 9 165，死亡搁浅导演剪辑版，这个在二档库165，迷失猫165，给他一杯忘情水165，97分。师傅新进的二档库169，核心装甲169，人类一败涂地竟然170，刺客信条幻境175，麻布袋大冒险二档库里有185，神秘海域这是个合集185，在二档库里边。NBA 2K24 185，像这种年货游戏一年出一座的都很便宜。地平线2 200，瑞奇叮当205，这俩都在二档库里。卧龙210，暗黑4 210， Metacritic 88分，卧龙是83分。 P5T 210，仙剑7 215，如龙维新185，八方旅人2 219，杀手3 220，狙击精英这也在库里235，霍格沃兹235，李三光重置225，恶魔之魂重置240，街霸六240，人王合集205，星球大战绝地幸存者250， FC 24230，波斯王子255，最终幻想七重置版应该是第一个260，对马岛260，匹诺曹260，赛博朋克275，哦这是究极典藏版，阿凡达280，最终幻想16289，战神五290，尘埃五是300，这个之前进过一档库， GT 7是300，使命召唤19300，地狱前者305，美墨一重置305，使命召唤20325，使命召唤17冷战330，使命召唤18340，老头环320，铁拳八370，最后的高尔夫二370，如龙八359，蜘蛛侠二395，最终幻想七重生445，这是新游戏，这俩都是预购的，没了。